可以，那边气势有没有出来？有，你滴的豪迈哦。这样可以吗？太大了，小口一点。好，不用太多，要不然会破开，然后就包起。对，要这样捏起来哦。我学那个林太凤，很会卷，一秒十八折。那个怎么可能一秒十八折？有啊。干我什么关系？给他们包完。你说你要看的影片，我的影片，师傅的影片，有三十个人，那你要帮我练吗？你不放在碗里面啊？不要啊，直接吃。太陡对不到焦了、欸、可以可以哦，可以拔吗？哦，现行犯，好，拔起来，拿起来，来拿着你的秤，我要那个超大的，好，哇，三加菜来了，你一定要抓着叶子，对啦，等一下要把叶子给他拍照，拍照用，哇，还好啦， OK，好，拔，好，拔了，好，那个白白的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就它，就它，它烂掉了。那这个，这个很大，我觉得。可是烂掉。这个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因为叶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啊、哦。会被刺的。还尖叫呢。老板在那边没法了，去问老板，老板会看到，就会告诉你们。对啊，所以说有大有小。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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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谁干呢？大步。那谁干？见得到。没有，你们不是看叶子啦，看头啦。看头。你是菜头，你是菜头。你的误判。阿布很大。对啊，张一鸣。那谁干呢？这一只出来的枝叶里面算一算有五只。一只出来五只。对啊。一般是两二叶松两。对对，两只。然后上面毛毛的这个是松萝，那现在都是一种空气指标，就是说空气好的地方才有。哇，这个叫松萝湖那个松萝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在远古的时候，地球上还没有植物的时候，松萝第一代。它们是一种，它们不是植物，它们是一种藻类跟真菌的共生体。那上面这一颗是合金樱，那长出来会是？就是合金音啊，粉红色的，很漂亮的，所以它会盖过原来那个。对对对，老板辛苦。对啊，老板好辛苦。我们这边有两种薄荷，内敷外用都可以。哦，好香啊。然后这种又不一样。好香哦。你可以比较两种下去比，差好多，这好臭哦，会吗？你们这样讲，你要闻一下。跟着我先用水泡着就可以吗？对对对，稍微用卫生纸沾点水，咬一口。这个是不是白白的？那如果是芋头的话，它中间会有一点点颜色，有点红红的。是萝卜的叶子，那萝卜叶子也可以吃，比较嫩的就是做雪里红。